请厂商去拍摄影片的妻子报道。报告主席，如果顺利从台湾飞到旧金山空运的话，大概两天。将公布了正式片，所以下午的董事局应该会有议员开始追我们有没有类似配合正式片的配套。观船局跟产业局商圈电视市场，等一下可能要整理出我们跟正式片可以一起做的相关的事情。像中间中午的时候，李市长一个初步的建议，比如说你这个北北京好安卡搭配台北市的夜市，还有什么样可以做的事？我们在比如说五加码或抽奖，或者是有其他的。那另外就是市长讲，陈副应该在做一些演绎。